好啦，从后嘅冲顶，佢个重心比较高，系比较高嘅，所以对方从后推推佢，佢自己企唔稳嘅。好啦，俾个身后，1-0，哇！八号嘅蔡安东想特登切去远，系想攞远角嘅，但系就塌咗少少咯，塌咗啲，印得唔系好正咯，冇办法啦。後備仲有王子康啦，都幾個姓王啊！有 Adam， 好高大嘅。变化或者是不一样的，即是熟地红的西甲队的主力。嗯，是没错没错没错。这个球拍得很漂亮的冠军的，即无论他是一个球员的成就又好，一个教练的成就，我觉得都 是相当高。暂时难有来者，你说球员和教练都做到这么成功的话，就是啊，又有世界杯啦，又有欧冠啦，还要做埋教练都有欧冠的。